手啊，这手提个手，这手提住这手，安尼有太高无？所以而家大家爱相当的去体会的，爱去注意的。现在我们邀请我们劳动人权协会会长，各位大高雄市总工会的伙伴们，还有来自我们北部地区，包含劳动人权协会的各个公益团体，集聚在这边。不让我们大高雄市总工会的伙伴们孤独。今天的表现就是南北的工人团结在这边。我刚才从那底下听我们各个工会的代表，这些战将，每一个人的慷慨激昂，我听得真的是心在流血啊！老实讲，台湾解严以后，第一场的南北工人串联是在民国77年的10月25号第一次走出街头。从民国77年以后，我们每一年的秋冬春冬，每一年有多少人走上街头，一直持续不断，到现在是民国101年。可是呢，工人命运每况愈下，工人处境完全没有改观。我们看到现阶段台湾的工人今年开始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上街头来为生存，为社会的正义的请命，有多少的苦难啊，有多少的冤魂表现在这边。真的讲，作为台湾家家户户都有上班族，家家户户都有做工人，我们工人的选票，老实讲，在全国的选票里面超过70%以上的选票。可是工人命运一直在被骤减，我们看到什么都涨，只有薪水不涨。我们看到什么法律都恶搞，越搞越差，工人就活不下去。我们今天来不是为我们个人，是为了子子孙孙，为了台湾要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政经结构，而摆脱这个有钱的统治、没有钱的社会。我们看到有钱的立法院立的法一定对有钱人有利，所以啊，我们守的法不是我们的法，是有钱人的法，是他们的法。有钱人掌握预算的审核权，哪一个人偏袒于工人或站在社会正义讲话，那个人的位置就不保，否则你的预算我就不通过。今天的政经结构是在这样，我们应该深刻的来反省。这个台湾一个是新殖民主是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地，这样的过程是台湾工人必须要思考的，否则我们从77年走街头走到现在，老实讲，我们走完回去以后，立法院的每一个立法委员都是为他自己财产的利益在打算。所以说，工人一定工人要政治化，才有根本解决。工人要有代言人，工人要集结起来。我们立法院要工人的立法委员，才能改变这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从那边作为一个工业老兵，来恳切的呼吁全台湾的工人团结起来，我们工人团结起来，才能够改变制度，才能够为子子孙孙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一个政经制度。谢谢大家。咱感谢咱江湖的这个前辈，也是咱江湖的这个受难者。咱等下要邀请共同吧。今年若偌算啦，年金的所得替代率，伊才来占20%。第二啊，若是咱劳保年金啊，伊讲啊，咱介款投保金额43000块啊，若是用投保35单，那用30000来甲偌算啊，伊讲车的所得替代率有54%。总是伫遮，咱特别要较强调，咱的官员啊，真正但不知民间疾苦的高官啊，咱听起来痛快，你讲对不对啊？第一，劳工退休金的薪资，目前啊，咱台湾所有雇主啊，拢
是用内涵公司伫咧处理啊，对有结真济，提拨人看的工资啊，是劳工本来话工资啊，是属于劳工工资的颜值球，打工对唔对啊？对。第二啊，一个受雇者还是白摇班，啊，咱可以看白摇班老师，迄、那个有插舞的美术生吼，站着在我枪。好来，咱请咱共同发起理事长，咱来到卫生署一个头前。咱请咱警察朋友啦吼，阮这是理性投票呢，阮这有申请的啦。阮的诉求是为着全台湾人民共同一个合理的健康保险的一个制度啊。咱知影，咱即摆政府会变相加税啊。用一只牛啊，已经剥了边皮啊，搁要来抢咱全台湾人民的一个财富。阮这是理性和平的一个诉求，咱请市长来接见。希望市长啊，会当啊，减缓啊，咱补充保费啊的实施啊，然后甲阮共同发起啊，这所有意见会当尽速啊来转送予立法院啊，予你重新讨论的时间。来，咱做化解套路，我看市长，我为咱看接见啊，市长。接见啊，司令，司令，
用是咱台湾人民所有一个健合理的一个健康制度。咱相信
是好人。虽然你即马做较大做副村长，希望你讲良心话，我今仔来是学要价黑洞。我今天的第一个诉求是要加黑洞，你不要跟老说两年、两年检讨一次，不要骗老百姓了，好不好？哦，陈理事长，啊，甲各位老港朋友，要加黑洞，我一定会接受大家建议，足努力来改革，多谢各位。立刻暂停来打电话。南检的，南检的卫生处长哈，喂喂喂。南京的卫生署长杨志良讲吼，伊讲电报二代健保是独立财团，哦，财团挂钩啦。阿兰，你家吼麻烦副署长来开谢谢。那个署长，我是电视看到的。各位的港朋友，由前署长所讲的话呢，所以我呢爱去改签到。我在按签到，签到以后好具体哈，等一下。我们今天哈、哦，这款路数就是袂歹，就好成啊啦，那个时势时势啊哈，他微分还袂掉的哈，那就接受啦。但是，那唔敢讲，每年开车来，每年我观察来好不好？你不改革，我们接啦，你还接啦？你不改革，那你观察来哈？你不爱啊？叔叔，今天我住靠门靠料啊，阿南不改革是衰小啊哈，你家不？基本人权，咱徛
叫煞，啊煞，大哥用中间绝对对动因的一举一动。我们卫生署如果吼，伊若唔做，不要紧；伊若唔做，不要紧；若唔改进，不要紧。明年，搁十二天就明年啊，搁十二天就明年。明年大哥用搁出来，绝对更观察来，绝对死人啊！要改进，改进随家己。袂使讲依依不舍，摕老百姓的钱去咧，咧都是财团，安尼绝对，我会呼吁所有全国的劳工朋友袂接受哈。哦，在这边，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所有的劳工朋友，感谢所有的工会，感谢全国所有的媒体，谢谢，谢谢我们警察，非常真的辛苦了，谢谢。